接着是波豆台湾味单元，来看看今天老师要教我们什么有趣的台湾味。欢迎大家到店来学台湾味。今天的意思是收听，收听的意思是互相支持，斗三工。咱来看例句，哪有代志，兄弟爱收听。过来是俗语，一人主张，唔值得两人输赢。较侪人斗阵参详的决定，应该是比个人的想法更加高明，更加周全，会当避免料想未到的失误。